电梯插水。还插入嚟打尖，除咗冇公德心，仲可能会撞到人。喺扶手电梯上唔好喐动先系最安全。喜欢呢条片，记得个 like 我哋啊，分享俾更多人知道，同埋唔少得订阅我哋频道啊。我埋小铃铛，咁就可以确保收到相见学院最新影片啦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